今天我要宣布，2019年的3月8日，我们的芒果 V 基金的奇遇公益金成立啦！这个活动的缘起当然还是来自于歌手一开始的邀约，那个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就说我们可以结合一个公益，为了偏远的小孩，不论是音乐教室也好，或者是对他们的教育啊、陪伴啊，各种不同的想法，那么我就鼓起勇气来参加这个歌手。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艺人的附带的一个义务或者一个社会责任，因为其实艺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群众，来自于社会。